行有千军啦，唔值咧流放四年。死啊，阮也命呀，归我之所能呀。又搁声声叹，你的心啊，又搁要触碰。也是来出港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请你保重，不通受风寒，我的平安都回来，回来团圆，袂着苦中来。柯振华，你哪在这？我为恁家门口等你等到这，郭佳佳。为什么你人会在这？你在这想抓钱创啥？是要烧和尚的？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？我唔知影你伫讲啥。你实在有够无聊，竟然跟踪我。你卡细腻，我告你性骚扰。我要走。啊！这是啥？这是谁的手机啊？这个手机你一定认得对吧？你跟我讲是谁的啊？我唔知影手机是啥个，你搁放开啊！你卖搁假，你明明知讲这个手机啊是伊俗的，为啥你搁要讲白贼？这天，搁放开，搁放开！但是讲我清楚，你甲伊俗为啥发生冲突？伊俗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即卖人伫倒位？我无看到啥伊俗，我伊想我想到起啥心，搁放开，放开！啊！正果，这就是正果。你跟余秀丽才发生冲突，拢叫别人翕落来，哪会让人翕着？哪安尼？迄个翕着的人，敢有看到啥？也袂讲话。你跟余秀丽才冤家，你才发生冲突，然后呢？你是不是对余秀安怎？余秀现在人在倒位，你把代志讲清楚。无唔对啦，我是有甲赵余秀去冲突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伫联谊会时阵，我看到伊午夜夜走入来，唔知影是要创啥，我就笑伊啊。然后伊就甲我冤家，冤煞了后，伊人就走啊。我要哪知影伊去倒位啊？那恁余秀伊的手机啊、皮包有啥无在伊的身上？你会知？你小抓钱是要小相啊？啊！伊的物件我要哪知影？我是因为昨下离开的时阵，无说你去弄到只狗，我的良心不安，唔只会相机纸给迄只狗。山顶的野狗遐尔多，有啥物好奇怪？根本神经啊！你说到底是倒位？你说什么到底是安怎故意伤害啊？这是我求你好不好？拜托你好讲，小心啊！到底是安怎？老实讲好不好？我讲的拢是老实话啊！顶部离家出走，阁是要怪我才来。无对口，伊即马伫咧外口，甲倒一个十八人了会啊！我想要治你啊！无你想啊是安怎？无伊想到底是安怎？伊到底得是你，你还是针对伊啊？啊！柯展宏。你伫咧这喊到大细声，有啥物路用？
你搁做伊小家事，都爱怪你。你有才调出来，煞无才调给伊顾好，让伊伫个恁家待袂落去。即卖伊人唔知影煞去倒位啊！不管伊发生什么代志，就算讲伊死啊，嘛是你害的。你说不可能，参照你所讲啊！你说不可能出大事啊！听我别讲，求在恁做好，规定赵医生是不死啊，搞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干阿凭一张相片，就讲到袂输我甲你某害死咁快，这么凶狠？我在家，你给我听好清楚。春光一笑，一笑，那是真正发生不幸，跟你有关的，我绝对袂放你走。到底得会，我拜托你，你离开别个无代志，你离开等待我的身躯边，我拜托你，丢掉掉我。白嘉乐哦，我现在就会胜哎，而且一翻两瞪眼，熊盖公杯都无法度作弊。柯院长，安尼刚好，十赌九输，我看阿是咩定定来啦？阿不是定定听人在讲，赢爱抢，输爱救，我今麦气势话旺嘞，我顶下赢哦，公杯几千万嘞，我若是可以赢几届，我的身价绝对会当破亿。柯展玉，我一定让你输到痛苦，要哭无目屎。嘛有影啦，柯院长，我看你最近哦，迄气势真正足旺的呢。唔，那是做院长，连迄医美的事业，你拢开始上轨道啊。你一定会当乘胜追击。柯院长，你来啊！欢迎欢迎，徐总监，你刚才柯院长我厉害嘞，顶白。连开十八道长线，只有柯院长对得到呢，心中偌大粒啊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卖阁胡闹啦，去啦，去啦，我已经等袂赴，要赢钱啦。柯院长，那安尼你买送就好啊，这我也唔捌啦，我去附近 shopping 啊。徐总监，袂用诶，你是我 lucky girl， 你一定要留伫我身边食伊，就等你我赢钱，我互你食。好啊，既然柯院长你都安尼讲啊，那安尼我的恭敬不如从意，是你讲你要我吃，安尼就对啦，行。几斤半？
甲别人底了无共。这你都唔知影，李文成底用大叫一定赢。那是不是输啊 ？Don't worry, it's only a natural eight。只要咱摕到高点，就是咱赢。来，信号位 Lucky Girl， 金姐。孙建之那底才出现，敢是来查案的？今麦这个时阵，袂当让伊破坏我的计划。你不记得？啊，我可以进下洗手间。袂用的啦，你是我的新女神，我今麦手机当个用的，你若无滴，变咩代用？咱先人拢要送钱给你啊，动拢动袂掉，我去一下，不要紧啦。那你要陪你去啊？没了啦，啊，不是讲手机等在哦，袂当凊彩去便所，安尼好运无去呢。我去一下，两秒等啦，哈。我把好运拢过好你啊，安尼会用来无？那你要赶紧等来。来，你手机阿顺，我对你谈。啊，你哪会来这？你敢是来查的？我着军装客栈遇到你来到这，我烦恼你有危险。啊，你两个人哪会来这间俱乐部？啊，这着阮朋友开的啦，我过来来看卖，我差不多要走啊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客栈遇唔是俱乐部？我人不爽快，我车拄好去送修，你敢会当送我回去？拜托啦，就算我欠你一个零钱，好，行啦。建志，其实呢，阁爱麻烦你载我。其实柯展宇不在内底对无？雨伞了解阮心肝，五好你要受风寒。人孤在百苦寒。建志，其实呢，阁爱麻烦你载我。其实柯展宇不在内底对无？柯展宇做了上一歹代志，我一定要有受到报应。我真正无赞成你用这种方式对付柯展宇，把柯展宇交予司法审判，司法一定会害你一个清白。司法敢真正会当保护好人，得到正义？你看司瑶姐，伊就是做了上过正直。结果，唔但害家己受苦，即摆去让掠你乖。天公伯哦，绝对会辜负好人。伟正，我已经替本议长申请解除禁见。阿佳姐，那是足好诶！阿建志，多谢你，这对我来讲真正是一个好消息。法律是人定的，
你不是完美的，所以法律嘛无可能是完美的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世间上还是有公理甲善良。就亲像之前你面顶的伤，虽然大家看到拢会惊，啊，不过我看到的是一个善良的心。我所承受过的痛苦，不是一般人会当感受的，所以以后我的代志你莫阁插手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的伤跟柯展玉有关系？自细汉到大汉，我一直拢是一个乖查某囝，好相骂。大汉啊，我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好情人。结果，我换到的是，阮哥伤害我，我的男朋友反背我，甚至我搁差一点去用小事，险啊无命。我善良的心，早就到中山里做伙消失啦。所以，迄两个害你的人是钟伟哲甲柯展玉。柯展玉是你真正的男朋友。柯展玉一个负心汉，伊为着名利，为着权势，甘愿放弃甲我遐尔济年的感情，去选择金佩芳。最让我痛苦的是，阮哥竟然跟伊做伙联手来伤害我，来反背我。钟伟哲实在是有够无人性，连伊家己的亲小妹，伊拢有法度下手。阿哥伟哲，就算把钟伟哲关哪抓歹，伊嘛接受法律的制裁啊，就表示这个社会也是有公义、公平。所以我拜托你。你莫用违法的方法去对付柯展玉，好不？安尼你家己嘛会受伤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伊对我足好诶，我嘛真感激你。啊，不过必须坦白甲你讲，我早就失去善良的心啊。即卖我敢若想要报复，唔相信公理，唔相信任何人，我敢相信我家己。过去中山，你早就已经死啊。现在徐维珍是去爱人了，也无值得人爱。什么人讲的？我就讲你值得人爱，值得够好的查甫人爱你。真心的，我绝对袂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咧奋斗。郑姐，庄思瑶解除禁见的公文落来啊！啊，我多谢你啊！是做好的，我要赶紧把这好消息跟小婷讲。漂亮姐姐，其实你的善良一直拢在的，就参像今麦同款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用我的性命继续保护你。点尔，咱卖摕着六就好，无可能赛到安尼啦。我甲你讲，这届哦，咱绝对稳赢的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已经连开四届赢啊！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我唔信邪。何官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，过来一届，紧嘞。山下，安怎？敢对无？对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
七点，七点嘛。哇！哇天！扩大了。来啊，搁几千巴掌。亲家啊，请饮茶啦。多谢您嘞！搁半工叫恩恩迄个查某囡仔吼，来带妞妞出去外面散心佚佗。啊无吼，妞妞这段时间心情足歹，伊安尼逐工若见着人就问，问讲因姨小妈妈走去倒去。阮这做大人的吼，互伊囡仔问了到底，点字字，连甲一句话印袂出来。伊小嘞，一直拢无消息，都等你着急吧。雄雄去接一个报告，敢若惊都惊死。阿凤啊，即摆去找郭姐姐啦，伊若回来吼，敢问就知啦。凤啊，妈，凤啊，结果伊问姐姐问了安那，伊甲伊小到底什么原因起冲突？伊秀嘞，啊，你有找到伊秀无？哈，伊人嘞？阿凤，这嘞，慢慢来讲，别急。啊，郭姐姐，你有拄着？我去郭姐姐因家外口，看到赵姐好得跟踪伊啊。尾仔伊就去向北店面，伊甲伊秀发生冲突的所在。结果我看到郭姐姐在遐烧滚纸。你讲啥？姐姐在迄个所在咧烧滚纸？我真的想不到，到底有啥物重要代志，必须我去用所在讲。迄所在真尔危险着，迄溪水真尔深，万不利啊，真正摔落去，骨要。凤啊，啊那安尼你有？当面甲郭姐姐问我清楚无？伊做啥物代志走起咧烧银纸？哈？伊想做啥亏心思想？用心都袂当过。伊走起遐咧烧银纸，伊个银纸是烧烧，伊是烧啥物意思的啦？伊讲伊拢是一只狗啊！不过我感觉伊根本就是咧讲白贼啊！有心人啊，伊讲伊烧因两确实有起冲突，啊，其他个代志唔管我拢问伊，伊拢讲伊唔知啊。真哩严重个代志，你一定要找郭姐姐问清楚，叫伊给咱一个合理个交代。伊到底什么代志？甲伊生气冲突嘞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那真正是郭家家，甲伊小扯落去溪仔底，佫无甲救，放咧互伊死。伊个有做亏心事，心肝鬼个人，伊哪有当是讲？伊绝对袂讲。免问啊，亲家，唔免问啊。这都一定是的啦，不可能！伊小姐一世人已经坎坎坷坷，伊不可能去发生这款的代志。今人命关天，我拜托你，这种话莫搁啥老白人讲，好不？搁再讲，姐姐若真正安尼做，伊嘛知影家己走袂去，伊不可能再硬讲。怎样？你赶紧报警。请因派人去找，虽然已经经过一两天的时间了，嘛赶快找到伊小，紧嘞！爸，太多我已经去报案了，所有资料拢交警方了。太多就是因为做笔录，才这么晚才回来。小青啊，唔当出代志，青唔当出代志。不是我，拢是我。是我，是我这老查某做唔对代志，伊小，你若发生啥物意外，我三长两短是妈妈害你的，妈妈做唔对去的，我哪会安尼啊？安尼啊，好多老冤家，伊小，我你个，我你个，这件代志跟你无关系，你莫怪你家己啊，哈，啊，凤啊。
我有关系啦。伊是不是我甲逼走的啦？阿公娘娘，娘娘的得忧郁症都是因为伊害的。伊害娘娘去外面弄奇奇嘟嘟，所以伊想若无离开咱国家，娘娘的病都袂好。小姨跟我讲，讲伊，讲伊不敢离开你，不敢放下娘娘。你敢知影妈妈我残忍嘞？我足歹心的呢，我甲强下啦，我甲讲，伊若无走，我要走。所以伊小才会离开，伊才会离开咱这间厝。你哪能让人走？你敢知你今日做什么代志？妈，我做唔对啊，我做唔对，我害伊小即马出意外，我妈，我妈不知要安怎，我的心肝，伊小。你平常讲伊小话要跟咱一个家，你竟然甲赶出去，你甲赶出去，你叫伊去大道，我这到底是在从啥？你来这对伊是怎样待遇啦？啊！应该袂记的，当初我被甲伊小叫战火时阵。我一直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千万莫因为伊小伊过去的代志去怪罪，去为难伊。当时你想要答应我，你想要答应我，结果怎啊嘞？伊小竟然恁我家先想这款的代志，你哪里说？我哪对得起伊小死去的妈妈？青姐，是的，后来我知影，你小已经失踪，找无，拢是阮母，老顽童，你怎个歹去？伊唔对，阿哥，我最近拢无关心，无注意伊小，我嘛。我是一家时阵，我无去照顾厝的人，我感觉真感谢，我感觉真感谢，我感谢。伊小伊受偌济苦，伊受偌济气我，恁拢有看，我相信恁的心内嘛拢真清楚。若是讲今仔日别人欺负伊、伤害伊，安尼我无话讲。我想袂到，你竟然安尼对待伊！你敢知影？在伊心目中，伊尊重恁两位师大，伊甚至把恁两个当作是亲生爸母同款的友好。你竟然安尼对待伊，真糟糕！知影无？这比任何人去伤害伊更严重，你知影无？我讲都无唔对，你是不是怪太太？有心所见的魔道对我讲，是我无给安全感，是我对不起伊少爷。啊！今麦什么代志拢无需要加讲，我将上爱要紧的就是，伊少爷个人平安无代志。知影伊人伫咧倒位，郭佳佳迄边，我家己来去问，我家己来问我清楚。
姐姐有练过哦。 全民公敌，无甲你教示一下，你唔知通惊。我唔是偷拍狂，我唔是偷拍狂啦。你唔是偷拍狂，我看卖手机内面有挂真，你先不要走。
讲，我无甲你偷去啦。你好心哦，就行了呢。哦，真感动哦。爸爸，你不要紧嘛？你要安怎嘛？爸爸无代志啦。苦涩了解阮心肝，讲予你的心放宽。爱你的心，不惊地久难。叹孤单，把苦安。爸爸，你咖啡你的。小朋友，你的柳橙汁，哎，拄只吼实在是足歹势啦！啊，这两杯两个请你，你放心，我朱慧乔绝对负责到底。不要紧啦，我人啊无安怎啊，手机啊无代志，你免烦恼啦。安尼就好啦。啊，不过为着以防万一，我是把我的电话号码留予你。若是有啥物状况，爱加敲我。爸，就是这一题了。哪一个伟人因为小鱼逆流而上而奋发向上的是谁呢？哦，哎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就由我来教恁后生，当作是我给你回答的。小朋友，虽然你年纪还阁细汉，啊，不过这么基本的常识你嘛是爱有，较免将来你出社会去让人笑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答案就是。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，小朋友，将来要好好读书，才有办法像姐姐一样这么有学问，知道吗？孩子的爸，不用太感谢我，我将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闪人。儿子啊，你不要听刚刚那姐姐乱讲。看到小鱼逆流而上而奋发向上的人，是蒋中正才对啊。大叔，今天我跟小平在那边，关在房间，我刚刚给忽悠，你要白话哦。哦，卖个假，我想想你别紧张哦。大叔，闹英文哦。那我懂，我若无讲一寡英语哦，对时代潮流，计对咱个脚步拢对袂着，所以讲一寡英语哦，咱靠水准。哎，小姐，啊这边的水，你别出去啦。袂用你啦，我一诺千金呢，我绝对袂用迟到的啦。你莫害我破例哦，安尼以后我是咩伫个我朋友圈甲人徛起啊。轻轻的，我走了。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所以真正是足水的一首诗。伊爱搬戏哦，恁配合咪就好啊。这么正、这么有气质的女文青是谁？散发着迷人光芒哦，我的眼睛这么亮，那么亮都张不开了。Oh my god！ 头家娘的水准真高，比一零一个较高喽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为了要感谢大家对我支援下这么热情的支持，我今晚专门给大家带来一首
长、恨、歌。妈妈不空，拜托小姐，你常常哥两双，好多迟到啊。小姐你棒棒，我先来照好，拜拜。动哎！这位小小妹妹，请问你要倒哈？哎呀，小军要跟我去百货公司啊！母亲节折扣提前开跑呢，我若是无去买吼，对不起你。No！ 小强，你拄只买物件，我搁掼你手的，你莫搁假啊！慧乔，请问。你要搁安尼乌白搞我的钱，遐个什么程度你才会欢喜哈？我跟你讲，如今我咧甲庙的主会朝代时阵，我的手机啊，我咧一滴亮一滴亮啊！大哥，传来拢是你的自拍照啦，干咪得爱安尼？啊、因为我妈赚足侪钱拢唔开啊，为着要拼经济，我只好替伊加开挂。妈，是你常常讲爱我做一寡对社会有益的代志，我安尼做嘛是对社会有贡献呐。对，咱做人确实爱对社会、对国家有贡献。啊，不过你知影无？上重要的是，做人家庭是谁，嘛爱对家己的妈妈有贡献。这是这个月应该收的小款，去家己就妥当。我不是讲我袂睬你的事呀，讲较好听的，咱倒是融资公司；啊，若讲较歹听的，是放荡来，放荡来的地下之中呢。这个外高贵、优雅、气质很不配。什么地下之中？我是滚蛋！既然安尼，就不要，我准备用我的钱买什么名牌包。大哥，妈妈准备这个你奢侈精品。妈妈准备什么顶级的礼物给你吗？好啦，哥哥，你先去打台。会记得，一定爱不择手段，心肝俩瘫痪，绝对明的良心。妈，我真正做不到啦。到这来。看在你是我的宝贝查某囝的份上。妈妈即马，就把我一世人上骄傲的功力，拢拢传予你。秀珍，你一定爱甲家己催眠，甲你家己讲，我一定要偷着钱，一定要偷着钱，而且，爱由内而外，甲你坚定的意志逼出来，就亲像安尼。一定要偷着钱，一定要偷着钱。干嘛嘛这会走啊？我一定要偷着钱，我一定要偷着钱，我一定要偷着钱。最重要的是，最后的绝招。我一定要偷到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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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叫人了。等你生到这个哪样，唔免急，人看到你就把钱金在行李啊啦。哎，哎，你搁徛遮创啥？阮火桥即马去修理先呢，你免倒的哦，哈，免让人为难伊啦，紧去。我。500万，真正要改叫啊！啊你嘞？一亿，2000万。什么？一亿2000万？我才输两台双臂尔，你是10台超跑呢？真正是大便宜长，那底也有够深的啦！我输500万，你去烦恼干唔知要安怎啊？后过再想办法，摇到等来就好啊！真闹啥？好了。我還有事要先去病院，明天再說。昨晚秀慧真是离开我的身躯边以后，我都底声输声，真正是有够衰啦！一声哦，连我为这年病院学的职业，拢会陪你去照顾啊！安尼，我们就是搁爱重新搁想办法学钱啊！好了，我知影了，你先准备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徐小姐，我是 Michael， 柯展玉，昨晚已经套出1亿2000万了。做了真好，还有，只要柯展玉的个性，伊袂这么简单就放弃。时间爱乌骨较大较好听，拜拜。柯展玉竟然有这么高的本钱，绝对是为这林平乌过来，我爱全部拢吐出来，献给这林。是找你，你想到伫遮？你是不是臭查某伫遮？啊，搁有搁锁门，电话无去接是安怎？我只是忝嘛，我想要找一个所在好好休困一下。你莫伫遐怀疑东怀疑西，无你是食饱上瘾哦。敢真正是安尼？那另外问你，你是安怎昨暗时拢无转来？我昨暗就留伫个病院看我研究报告。啊，今日透早，我阁有过来手术要开刀，所以我才无转去啊。啊，你无看，我今麦衫哦，拢未换咧，我足忝的，你先好休困一下啦。哎哎，莫困啊，紧起来，早起紧起来，不要去这个所在啦。去倒啦？哦，我正听人讲哦，有一个师哥足厉害，会当替人解解，讲啥物会当处理冤亲债主的代志。要唔过吼，一定要咱阿母做伙去，行啊！拜托了，不要去，行，你家己去就好啊啦。啊，若无有明仔载嘛，明仔载我才陪你去啦。今仔日哦，你先好休困一下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我规夜拢无困，我今嘛真正足忝的。柯彩玉，你敢无咧关心我？你敢唔知影？我今嘛目睭一开开，就会看到钟山明的面。
忍受啦。你是规暗无睏，我是一个礼拜拢无睏啊！再安尼落去，我就要气笑。陈玉，拜托啦，你陪我去啦，我已经约好啊，而且哦，佫是因关系去插队的，一下下就好。拜托，陈玉陪我去啊，行啦。今麦所有权利，还佫掌握伫个白白手头。今麦暗时佮伊避免时机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陪你去啦。啊，不过你先好紧换一个衫啦。今天我那都嘛欠恁老母的钱，不过足歹做的。妈，今天伊啥物钱拢袂让我交去。啊，不过小朋友面顶写，因欠无偌济啊，比我一个名牌包包搁较少。这世间上哦，上个困难的代志就是安尼，恁老母啊，将钱借给人啊，啊，无就把钱退倒转来。你看，这番啊欠恁老母的钱欠偌久啊？啊，恁老母退到外要艰苦死啊，小姐。我看莫想勉强啦，尽量就好啦。恁老母出得热，佮金山哦，安怎够有人骗的呢？真正是够酷酷。文金，李少。是啊，小超，啊借钱哦，佮是爱利息加本金，这真正常啊。只要照这面顶写的利息去收钱，我妈暂时就袂佮骗。大叔，你让回去，其他的包在我的身上。小乔，收钱是足艰苦的代志呢，你袂我给你斗三工。回去。好啦，小乔，你收钱哦，心肝无软哦，你爱学像我咧面手结结拜，我要收到钱，我要收到钱，啊要收到钱，我要收到钱。田月霞女士，我一定要让你对我朱慧乔刮目相看。小姐，我这一个月收入嘛才4-5万块尔，得搁付利息，迄是比我的收入吼搁较济呢。我哪有法度通去按时交利息啦？你嘛可能阮这艰苦啦，头家娘，你拿的利息已经比你一开始借的本金搁较济啊呢。啊，迄都拢阮翁啦，啊，走去借什么高利贷，害我即马吼，逐天捡钱约要走啦。这是你一般人对阮的行业的误解，阮这毋是高利贷，这叫美利贷，差一厘差真济哦。头家娘，你着乖乖把这个月利息交出来。哈、啊，等你交利息，我着给你拄本金。真的？你讲的是真的？你唔相信哦？无我写契约书予你。那小姐，钱外头敢真正是恁妈妈？啊，恁呐一点仔都拢无像恁妈妈。因为我比伊较美丽啊，所以我这叫美丽贷。现在你的心情有美丽吗？有美丽，
美丽，非常美丽。无安尼啊，头家娘，你甲规条菜市啊有欠我妈的钱的人，做一遍拢叫过来。好啊好啊，我即马出去赶叫来。你这个月的利息已经6000啊，我嘛替你甲本金扣掉啊，多谢你。哦，谢谢，感恩哦。地板送你。哦，真地板足贵的呢，安尼是我赚着，多谢哦。来，谢谢。不相信的啦！哦，我几十年来哦，靠一遍看到的啦，后人排队咧行钱哦，有够夸张的啦！啥？大家排队要行钱？哼！这个查某囡仔竟然收钱收到这顺利！阿达，阮慧乔钱若收好，就紧送伊转来，知影无？慧乔，想袂到你真正这敖巧，果然是我真外害，不被查某囝。来，多谢啊。阿叔，今仔日食个物件，莫等红嘛。哦，头家娘做袂到代志，你安尼甲办到这舒适哦，我钱收转来啊，人佫送你这么济物件。应该做的我拢做完啦，刷落来我当去做我想要做的啊。走你去，走你去，我等下甲你老母报告吼。我一听到你解毒境界，我就是通知小婷。啊，小婷一听到了后，伊就欢喜到规暝拢睏袂去呢。一透早就要走去过来看你。是啊，你看你啊，规个人拢散落去啊。我想着你伫咧内底受折磨，我来感觉总唔甘的。小婷，是累了，互你为着我烦恼。其实，即边我拐一摆，嘛毋是一件歹代志啊。拄好伊会趁这个机会，予柯展玉对我无封闭。当伊牛脚踅出来时阵，就当予皮皮看清楚伊的真面目，安尼皮皮才会清醒。慧珍，麻烦你替我监视柯展玉一举一动，一定要替我把这人病医收掉的。四小姐，你放心，一切拢伫我的计划内底，我绝对无可能予柯展玉尔好过。
思瑶，是安怎你的个性同款拢是安尼啊？一天到晚拢替别人想，那安尼你敢有替你，还是替我想过无？就算讲是无，也毋过至少你嘛爱为着囡仔思想啊。是的啦，小弟，你莫生气好无？好，你为着我烦恼，我真正足歹势。我答应你，我伫内底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。你嘛同款，伫遐好好保重，照顾囡仔，莫伤忝，好无？妈来替我照顾囡仔，我是袂伤忝啦。是啊，我一定等你出来，等你一家团圆。你有讲过要带我去夏威夷结婚的啊，敢是？伟珍，我知影过去白白伤害你，伤害到足重的。强讲我久要过身之前，伊爱我好好照顾伊。即马我人去用关伫个内底，我无法度好好照顾白白，敢会当麻烦你替我好好注意伊，好不？思瑶，都才才甲你讲尔，你即马过来啊？佩佩的代志，你得莫为难为真啊！我会替你到处去。朱雪，今仔日是 Prime 永裕客牛排，你试看卖。我跟阿千三分手，唔知影你食了会惯是袂？若是感觉受气，才甲我讲。安尼用啊，这牛肉客哦，这肉质本来就无适合食上鲜。三分熟是拄啊好啦，佳佳，顶下我食过哦，你做牛排了后，我都一直足怀念的，这真正袂输哦，外口的高级牛排馆的滋味哦。店员这么学了我的手艺，那呢，今日要食好玩哦。嗯，对啦，为了要配合这么好食的牛排哦，我买了了一个足特别的 sauce 来当做，顶下你放芳水替我解味啊。来吧，看起来我已经够渐渐接近孙汉明的心了。这个时阵是谁来？敢会是柯展宏为着赵一秀的代志又过来找我？有汉明伫咧，我袂当让伊入来破坏即卖气氛。找我有甚物代志啊？我今仔日有人客，来讲生理的代志啊，歹势，无方便和你来。看起来你人客应该是查甫的啦。是又安怎？我甲杜瑞峰已经离婚啊，就算讲有交男朋友，应该嘛无犯法。他说。你是来调查我交朋友的状况，是嘞，我不后悔。当然不是，我是要问你医生的代志。你上好坦白跟我讲，医生伊会发生意外，到底跟你有关系无？但是敢真正参照你对展宏所讲这尼啊简单，只是你跟医生发生冲突。那真正是安尼，是安怎？你要去迄个所在找文转？应该讲的，我拢甲柯展宏讲过啊。就问咧，恁是有证据证明赵一秀是因为甲我发生冲突才会出意外的？还是讲恁已经找到赵一秀的尸体啊？那是无，请恁卖过来交流啊！你是把这什么态度？好歹你捌叫我爸爸过来，我嘛自认我对你这媳妇唔捌亏待过呢。啊！不过这段时间你的所作所为，真正我对你有够失望。你明知影余秀伊离家出走，你拄到伊，你唔那无甲伊留落来，你甚至甲阮通知一声，你都无愿意。好啊，你讲对我足失望足侪届啊！
你是安怎不爱讲？我嘛对恁足失望的。既然大家拢无话讲，那安尼请你离开啊！我阁有代志要忙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阿是谁来啊？拄则我伫内底听恁讲话，敢讲到无啥欢喜，想要去。是我的亲大哥啦，煞唔知影是想要替杜瑞峰做细客，希望我会当把手头的股份卖予伊。我早就讲过啊，我哪有可能会卖啊？啊，不过应该是三工两工就再来找我，是得够。好啦，你也莫想遐多啊，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，这每一家哦，拢有互人心烦的代志啊，亲像我。我嘛有啊，感谢是嘞。那安尼你嘛讲出来，互我替你分担啊。最近陈总裁哦，找到伊甲因前啊生意好势啦。各种海顿集团原本甲人讲好的土地，让互伊个后生。这重点是哦，伊做这个代志，恁私底下偷偷进行，无我知。陈总裁哪会当安尼做啊？公还公，私还私，哪会当私底下给伊？迄是因为你收过有八顿啊。那我这是我，才袂像你简单就算独耍。哎，我来啦。没，我来。啊。姐姐，啊，你手哪会受伤啊？哦。无啥啦，就是迄个龙门营造的柯展宏啊，因为进前有甲阮公司进前标案，啊，毋过无标着啦，所以伊就出生气的。今日又搁走来找我，不准我搁甲因出标案。我当然唔肯答应啊，伊就甲我掐倒啊。搁是龙门营造啊，你掐倒。姐姐，你放心啦。既然这件代志我知影，我都袂让你想袂开。张秘书，是我。有这件代志，爱你去处理一下。我最喜欢的那首歌来表达我对他爱。到达山来找我头，等待花开也袂红，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，再过来心爱的无缘的人，若无爱石头嘛无彩钢，过去像一出戆人的故事，无聊的梦。再会啦，心爱的落雁的人，若无海石头嘛无彩钢，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。我知道你搁知影，你一定知影讲我咧等你。不管你对，我就等你回来。我一定等你回来。
我脸上。刀在你身，你们冲进！你看，我这台改装车安怎？袂歹吼。迄阵唔知影好歹的厂叔啊，既然敢伫个网站搞我呛声，等你驾车就要回厝个疼。像唔知影你是火之女神，你个钱啊脏，真正是把酒色也头壳顶，有眼不识女泰山。一丁人甲一个人为奴，以多欺少。小军，行，来甲迄阵人甲火告了。操老母！我是管什么耶稣啊？歹势，我们是陪车的操老母，我是路见不平的女侠，就是看没关系，你以多欺少。小杂毛啊！看你往那想什么啦？啪！今晚吼，有人叫咱哥哥，我听人来送吼，可如叫伊拍较轻的啦。叫哥哥，你上好有遐性命啦，啊若无慢伫遐呛声。哎呦，今晚阁唔知死活心。我来啊！刚刚会喘气啊！也会嗽，应该是无代志啊。看你伤到这严重着，替你叫救护车好啊！小军，快点叫救护车。好。
伊的身躯顶悬有真侪所在有乌青，还佫有刺伤，也毋过拢是外伤，毋是致命重。好，我休困一段时间都无代志啊。多谢医生，像我要甲你照问一下，是甚人送阮后生来平？这我都毋是真清楚啊，恁会当问柜台看卖？哦，多谢多谢。你看迄个警察是毋是足戆的？做笔录竟然拢问无重点，问咱讲，咱遐一条都摆伫遐是要创啥？啊，骑车出来当然是倒来出来耍，无敢讲机车要提起来做举重。就是讲的，重点应该是问讲吼，是谁甲迄个帅哥拍个死死活活去？叫你哦，看起来是叫你哦。恁是咧看啥？后面敢有人？小，刘平安，无失一斤，失一两，你回来呀！妈妈足欢喜的，妈妈做唔对啊！妈妈对不起你，啊，你平安回来就好啊，吼。这个家庭都需要你，你唔能够离开啊，唔能够离开啊啦，医生，唔好走，好，医生。OK， 真正是咧叫你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医生。唔是啦，我唔是医生，我阁生锈咧。我唔是啦，你认唔着人啊啦。过来，医生，你会当平安倒转来啊？爸爸就欢喜，实在是真好啦，平安就好啦。妈妈知影。我就站立的，我做唔对啊！我不应该安尼逼你，所以你绝对无这简单就会原谅我。医生，不要紧，妈妈给你跪。医生，医生，只要你倒转来，你叫妈妈做啥物拢不要紧，你原谅我，拜托的啦，你可怜我这老人好无？拜托的啦，莫乌白跪啦。恁是不是找唔着病房啊？你去问护士看卖，看有真辛苦的病人逃走出来无？你看，拢是，拢是你做得来，医生无要恁来了，想变？是你送来陪你啊！啊，若是哦，就表示讲你还够真看重我，你还够爱这个家。今摆我两个老伙，直接跟你回去得了。我跟你挂保证，以后我绝对袂够让你伤心啊！啊，你敢知？我接到你背包，你的手机啊！阮是惊到要死嘞！对啦，医生，尤其是妇妈转来咧讲，讲伊伫个大溪边遐，有看到郭哥哥咧甲你烧银纸，我定一个也要袂喘气，惊死！我想讲，你唔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好佳哉！天公听好人啦，即马平平安安转来呀！医生，你唔通阁离开这个家庭啊！这个家庭足需要你的，娘娘嘛足思念你的啊！歹势哦，恁两位安尼，你体叫讲一大堆，我真正拢听无呢。我有我的厝，我唔知恁是咧讲啥。你的厝？啊，你的厝你也拢无转去啊？迄新家哦，是外着急的，四界咧找你呢。啊，搁再讲。你是阮家的媳妇，阿红的太太，妞妞的妈妈，阮家才是恁家啦。啥？我是谁的妈妈？妞妞啊！我可还敢有生生过囡仔？你是唔通乌白讲破坏我的行情呢？对啦，伊哦叫做朱慧乔，伊是姐姐呢，那也是妈妈。
我不管你会不会巧，反正你嘛唔免巧，这免巧啊嘛，我都认伊就对啊，伊就是我的好心妇衣袖啊，那都搁巧，免巧，衣袖，衣袖，这位太太，麻烦你看好清楚哦，来，我叫朱慧乔，有名有姓，搁未婚啊。民国75年8月18日，跟以前拢无共款。这张身份证是假的对无？啊，那无就是顶悬的字写唔对的吼。身份证哪有可能是假的啦？我看应该是你目睭有问题。我唔管啦，医生。迄张身份证吼，真诶假，甲我拢无关系。但是我就是认你啊，你就是我诶新妇啊，我哪有可能认唔着？做唔对人是妈妈，甲伊之外人拢无关系。你要放杀我，啊，毋过你嘛袂使放杀恁翁着无？你看伊还倒在遐，恁若毋是阮新妇，恁哪有可能救阮囝、救恁翁、救皇阿转来？我今仔日出手救恁后生。是因为我看到一滴人在家己围路，我看到就插门，才出手救伊。恁安尼硬要我嫁予伊，啊，毋是伫咧路边看到受伤的流浪狗，都要带转去饲。拜托的，家己领转去，唔通安尼就乱好管呢。医生，莫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我会艰苦啦。妈妈知影唔对，无大不了，即马你转来啦。你若管你转来，你转来，我出去无要紧啦。你莫把我放下就好啦，医生。啊！我进去顾车哦，我先倒迄两间，难讲那是用天的害啦，医生。医生，加加油啊！你先别去，你先别去。听我讲，我拄只甲你讲快，嘛抓准讲哦，伊就是医生。我才拄点点看你甲伊讲话，哎，伊的讲话、伊的身材、甲伊外表、甲伊的动作，完全甲余秀拢无共款。我咧想，是不是咱两个看了唔对，走精的？迄是干那个外表，生的？无可能，余秀甲咱斗阵遐久啊，逐工喙齿目镜，我看唔对伊，都无目睭较害伊个。爸爸，敢要是余秀叫郭姐姐甲车落去咧溪谷，啊去弄着头壳，弄一个头壳同我歹去，小刀小刀。我有足侪人讲，若去讲着弄着会失去记忆力啊，对无？伊怎啊？袂认得咱叫啦？我你讲安尼哦，系啊，我嘛无啥啥，我唔知影咧。这警察局吼，一定有因的资料。啊，若要结案的时阵哦，这警察一定会调因来嘛。到时阵哦，咱就全部拄着啊。走。迄两个老伙仔真有够乱的，好干脆走了紧。啊，若无，就叫因入去做新妇啊。恁敢是朱慧乔甲王君雅？你从错啥？拍人个了着啊？拄只有民众报案。讲恁伫遐咧聚众斗殴，因为甲恁的车号拢写起来，而且还佫翕相，麻烦恁带我来警察局一趟协助调查。我拍人，我是救人呢，恁母唔着去啊啦。根据阮掌握的资料，恁是聚众斗殴，麻烦恁带我来派出所讲。恁真正足离谱的呢，这边人民的保姆啊，我救人变拍人，要做啥物笔录？无比个时间啦。你别走，对我来警察局。哎呦，放手啦，放手啦！你是要我讲几遍啊？无唔对，我是去要驾车。你知影飙车是违法的吗？哎，我是因为柯展宏去红拍，才红请来的呢。无唔对啦，我是意图要驾车，啊，不过并无真正去驾着啊。就算你要讲我违法，你嘛告袂成。搁再讲，我是去救人的呢。救人爱互人安尼相问哦。你跟着朱慧乔，恁家的背景真复杂，有地下之争的背景，恁妈妈搁派几啊条官司。安娜，你跟柯展宏是有结怨吗？结怨？
我还咒怨呢。我就讲，阮是去救人，你是听不懂国语哦。飞婷应该讲的我拢讲啊，其他哦，等我的律师来再阁处理啦。小娟，嗯，喊你来警察局，咱来自拍。有，自拍。条子北北扯蛋中上传，拿来就拜托你啊！好。哇，这网络那会这慢的，打卡打几波拢无法都上传。今麦搁咧做笔录，恁搁底下咧打卡，恁搁唔乖乖合作哦？我看恁今仔日啊，就准备困咧警察局啊。打卡敢有犯法啊？签稿节吼。打卡是犯对条哈，雨伞了解阮心肝，落雨你的心风寒。您当作这是观光景点，搁有时间自拍打卡，啊，我替您拍一张啊。你要替我拍无？你人哪会这好着？无咱合照啊！阿婶，你看起来不是一线三星的吼，你几线的？别问我几线啊，恁两个人哦，头壳是不是脱线？这是警察局，笔录无做了进去，什么所在拢免想要去。不是跟你讲过啊，要做什么笔录？阮两个是救人的人呢，变做犯人共款。对，今晚什么代志？无代志啦，啊，资料敢找着？资料存好，来再去地检署。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处理一挂代志。这位小姐真失礼，我无多甲你做伙去上，啊，不过我会当请你吃饭。真谢了，安尼哪好意思啦？我出去，我会让你一个一个拢后悔。喂，你不是讲要请我吃饭？谁在搞我关在这？你是不是查甫仔？讲话无算话。我即马就是要请你吃饭，免钱饭。你凭什么搞我关？我是当我犯法啦。心修未化，叫他问你的律师，顺便问伊。我是不是有权利拘留你48点钟？即马，你若把手机摕出来，哪食便当，哪自拍，哪打卡。我甲你讲哦，这个所在毋是一般民众有机会来哦。你的朋友一定就会牺牲你。啊，我袂记你啊。你的手机啊，我已经保管了，所以你敢来通食便当？你搁听命？喂，我是外校，你好。卖水果阿吉啦，我知啊，干有啥物代志？你要感谢我？我干有啥物代志值得你感谢？啥？互恁菜市啊欠我钱的人，拢唔免还本金哦。但你讲我好心有好报，
我是大善人。阿杰啦，唔免感谢我，再见。什么情形？解释一下。那个小乔哦，伊刚放风声，甲这些人讲讲，那兄弟性阿杰，咱扣着本金啊，跟我无关系啊。兄弟性。本金，不怪人会讲我是大善人，讲我好心有好报。朱慧强，今日大猪大出卖你妈妈我。好紧啊！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打电话给小强吼，我讲话，我叫他来跟解释，你别生气哦。哎呦！好紧啊！你先听听，你是有问题啊，还是着大家精神错乱呢啊？哎呀，不要紧，等，我先 Google 一下吼。啊，他们讲我附近有什么精神科哦，我给你挂急诊。你这精神错乱呐，别看给你看。啊，朱慧乔啊，朱慧乔，我叫你不得手段，给你就套转来，你确实是已经完成任务啊。不过，想袂到你会给我出这招，哦，看来我是真正看轻你啊。人咧讲有其母必有其女，狗，确实有狗。我这宝贝查某囡仔将来一定是一个人。警察局。在警察局打卡。王大，王大，太衰啦！我知影真无闲，啊，不过敢会当五分钟啊？我想要甲你讨论这家集团要开临时董事会的代志。妥当的，我要赶紧讨论开会，你再甲我的秘书联络就好了。我袂耽误你开会啦，我会利用这段路做简单的说明，安尼，咱替你个时间省下来。行，开车。王大，是安尼啦，以我了解，你手头这个集团一定有拍股份，我希望要联系当时的进程，你强求用委托书继续支持我做这个集团董事长。来，你看一下。怎么办？客户出事了，你好。爸，过几几天真正是辛苦的，也唔知影敢会当挂转来吃火锅。今日刚刚这个集团啊，就要召开临时董事会，改选董事长。这家集团是恁哥哥啊，认真打拼奋斗出来，伊要重新甲退转来，后面是啊尽全力去争取啊。希望阁会当把这家集团的经营权阁摕倒转来。家家拢有30%的股份，若是家家顺利说服海顿的孙浩明，两年家家股份就变作40%。我一定跟清楚另外两位关键股东支持才用的，因两股东有10%的股权，清楚到任何一位，才有赢家家机会。
立采国际，这一看就是公司名。27580。那你传真号码？王松达，我跟这人来往过呢。我一连的红线，奇怪，真麻烦啊！一定想办法查出这人是谁。我想我也是去拜托佳佳好了，反正有可能看到我的面子上，反头来支持瑞丰了。干脆讲，伊两个是这家集团上大的股东，因身上拢有30%的股份。若是伊愿意支持瑞丰啊，安尼因哥哥伊要重新摕回经营权，都毋是问题啊。爸，迄个无缘的大嫂让你忘红股，顶个就是豆哥，硬要甲股票落台。伊要哪有可能甲我斗相共啊？你要去拜托伊哦，我看还是去求神拜佛、求保庇安尼较实在啦。而且爸，姐姐失踪，我看甲伊哦有真大关系。你即摆讲的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总是感觉我应该替瑞丰做一点仔代志。我平个目睭金金看伊遮尔啊辛苦，连一点仔拢无甲斗相共啊。干在发生事？你是我想尽办法摕到监视器画面。林建峰的办案实在是愈来愈啰嗦啊！代志都无查清楚，都乌白掠啦，真正是浪费阮纳税人的钱。安怎？见鬼讲话哦！我就讲阮是无辜的，即摆恁相信了没？就是讲的，早就甲恁讲啊。阮两个人是在救人呢，哪是在拍人？卢小姐，卢小姐，你是的，这届是阮检方抓唔到人，啊，柯展辉一边的笔录，跟我讲到最近甲什么人有过关系？检察官敢拢这大牌啊，清清菜菜会有一句实在就准多耍。讲遐尼简单嘞，大小姐，我已经甲你回信嘞，无你阁想要我安怎做？虽然你已经甲我回信嘞啊，嘛嫌我清白啦，啊，不过我幼小脆弱的心灵嘛受到伤害啊。我要跟你诬告、伤害、诽谤，还阁有性骚扰。这是警察局，无代志就好啊，莫安尼乌白来。哎，我莫过你，莫用你啊。啊，不过你爱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，啊，搁有脸书、LINE 账号，我就会当考虑帮你算。你甲我拄好就好啊。你要告就去告啊，是安怎要留一挂私人的资料给你啊？对，莫安尼啊。光我知影朱小姐去杀掉你。你只不过是要你联络的方式。阿健，朱小姐，我给你阮长官的 FB， 伊的封面照片就够水了。哟，哎，帅哥，我立马给你 FB 好啊嘞。嗯，真好，孙检察官，你就等你接传票。你敢知影我的名？唔知，我知影你姓孙就好。你嘛真好笑。连我的名都不知道，敢跟我讲？这张名片给你，顶官的名记起来，卡别以后你讲唔对啦。
孙建志，金波头的名。要走，恁会当走啊！我已经无免一个便当给恁吃，卡免浪费纳税人的钱。小军，来走。妈，酒鬼。想不到这个世界上，竟然还有人我倒替阮会吃，让伊假嘴变哑嘴，哼，不简单。朱慧乔，你今天去菜市啊，收小的表现袂歹，看来我应该偷偷把我的事业交予你。这个叫做交班。哎，阿姨，我那不是敬畏啊，搁要交班哦。在静凯来讲是接班。关于交班啊，接班，飞天以后我的事业拢准备交会场。小姐，多谢你的欧露啦。啊，不过你今嘛一个这么少人，身体嘛这么勇敢，所以暂时哦，先卖受这件代志哦。你也免讲好听话啦，加班是早班的代志，免想要躲避。你的事业我真正无兴趣，我拜托你莫逼我好无啦。停车，我要直接落车。你是要改道啊？到这互探起来好无？你一个查囡仔人呢？拄只伫警察局已经遐尼啊大胆，遐尼啊直接甲一个查甫人讨电话啊！你即马阁想要去内底后边来？我警告你啊！我唔准你安尼搞我爸母！我即马是在等啥？开车啊！好好好！等！妈，你误会啊啦！我想要去摩天边仔的餐厅。拜托的，我阁想要让人探听好无？讲到阮妈是钱月霞，大家听到走甲阿飞嘞，害我这里无行情，讲出来拢见笑死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妈让你感觉真见笑，我那是在保护你呢。我跟你讲啊，自潘哥开车以来，天下的无一个查甫人是好命。No no no no， 哎，口干牛啊！我嘛是查甫人呢，无你这么是在背啥？点点啊！朱慧乔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密码在 key， 我特别开始进行你这个接班人的魔鬼训练，你上好是卡大点。哦，妈，我把手举起来，哎，我把它那一只听到。妈，你假啦！不像，我你妈妈呢？有法干哪？你骗！我想要逃，大叔，我想抓包，我今天给我们偷船。小乔，我偷船好只三千两，你小心来，你不能搞错那么小丁来，我都怕了怕好了呢。餐厅真有兴趣，你开一个介绍。我这间店吼是共租的啦，不过这当初吼在装潢，我开足侪钱的呢。啊，既然恁两个有兴趣哦，安尼啦，一句话800万就好啊。啥？头家啊，800万，伤贵啊吧？
你家看看麦，你餐厅装潢这么久啊？你住在那零六线，我看哦，伟乔，你若真正拍算要把这间店拍落来，搁要了几套装潢费哦。就是讲咩，餐厅伫个二楼，啊人客搁足少着，看起来真歹经营哦。小俊，咱来找别间店面。好啦，无我让一步啦，600万成交啦。好，你莫搁甲我出价啦，我甲恁两个拜托一下啦，好不？好啦，头家，无遮麻烦你准备文件。水啦，一捆也减200万呢，200万能做真侪代志哦。慧乔，你拍的这间餐厅要创啥？你也知影呢，经营餐厅是足辛苦的。你敢无想讲家己的关系甲伊斗相共？你拄则伫个车顶无听到，阮妈要培养我做伊的接班人，人叫伊霞姐，以后人就叫我乔姐，敢会听一啦？而且放荡来哦，我根本就无兴趣。对啦，不过吼，我会记你，你不要煮食。啊！这餐厅你跟我斗，相公餐厅的头家一定爱会晓煮食，我袂晓请中破西来跟我斗相共。我妈赚上侪无良心的钱啊，我爱替伊加开挂。外口的景气才歹着，我三不五时做一寡免钱的便当，请弱势团体吃，马上是替我妈积阴德啊。头家娘啊，之前你开袂少钱，买一寡这啊一集团的股份，到底你用的是啥喏？现在这样的集团的局势乱糟糟，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改选董事长。我拢调查过啊，伊目前的势力，一边是以前任董事长杜瑞峰为主，另外一边是以现任副董郭佳佳为主。虽然讲咱手头的股份只有10%，但佫真有机会会当成为关键股东，影响两边胜败结果。头家娘啊，你明明你家己有公司啊，你为怎样啊要来干涉这啊集团呢？你敢无听慧乔讲，伊妈妈的事业还感觉足见效的，所以我思考足久啊。确实，我的事业需要漂白，我会安尼做。拢是为着我的查某囝未来咧铺路。阿达，明仔你先把手头最下的股份拢总过互分会超，啊，毋过爱个，先莫互伊知影。等伊这班人的训练过一段路，才会知。是，头家娘，我叫你范伟处理吼。叫伊去找这家集团占10%股份的两位股东，你到即马也未查出来，真正有够低落的呢。哎，副董诶，我有足认真去查诶，是讲我也毋是包探听着无？迄间公司吼，一看就知影讲是人头公司啊。啊，我当时要为倒查起啦。你莫搁找借口，你莫袂记，当初甲杜瑞峰诱落台，你嘛有份啊。卡叔。你无找到迄两个人，替我争取董事长的位置，你嘛会落座。我知，我先来去做排毒课程哦。无你看，这排完毒了后，我规个头壳都会清醒。那安尼哦，我就有灵感，会用感应到迄人伫倒位。我先来行。你平常时毋是做面单来做这啥物美疗的疗程？啊，今仔是安怎想到？即摆做这敢真正有效啊？应该有啦。你有通袂记哦？
明仔中昼我的下午茶餐厅开无？我要水当当出现，做一个上水的头家娘。小俊，明仔载来跟我斗相共嘞。对呢，所以呢，我今摆哦，爱用上美丽的姿态来去素姐，等我哈。轻的啦，足疼的呢。你是会晓抓的袂？是。喂，阿Ken啊，我是副大。我叫罗代表去处理的代志，伊到即摆也袂办好势，你去替我处理。就算讲甲全台湾并过来，嘛爱找到迄两位人。安尼。我伫个董事会解散才有压力。做十八个讲话才大声着，够无水准。甲你讲出听的，你是晓了袂？叫你紧起来。那惊听，袂晓去大众池路考只片啊？走来遮做啥物十八？够差。你敢是咧对我讲话？听到，啊，不是在跟你讲话，无偏啊，敢有无神啊？既然听到，就较嗲的啦，破坏气氛。你听孙公，你是谁啊？既然敢安尼对我讲话，现在怎袂当安尼对你讲话？我敢有领你的薪水？叫你今日来，我是这的 VIP 呢。既然甲我甲这种无水准的人摆同一个房间。无水准兼无危险的人是你。你若不好，你会当卖做，即马就出去。你毋是遐按摩师袂晓了，我替你帮我平方啊。你是乞笑，你咧创啥？我小亮讲一个，有话我讲。今日你讲阿咪，赵平，你就想要把我赶出去啊？要赶阿姆，我才看下先离开这间房间。知影通惊吼，恍然无当，会惊就好啦。规定我已经做完啊，房间我都予你慢慢用。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别过来！啊！我小姐，你紧走啊！那有工作人员拢会当看到伊。敢讲伊是人，也是讲只是甲赵一秀生了就死的。头拄仔迄个人是啥？我无清楚的，伊是头一回来的人客，以前无看过。我昨在 SPA 拄到迄个查甫，明明就是赵一秀。啊，不过伊若是无死，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帮我刷？伊的病我嘛无完全看得清楚，不得靠只是洗了就行的，还是我受受罪啊？蔡丽丽，我等你照顾啊。我特别泡一个普洱茶，即马气味长好，你啉看卖咧。气味袂歹啊。即马市面上这种茶饼已经无好找啊咧，你阁知影爱买种茶饼？你若介意啉，我会当直接泡互你啉吗？只要你来找我，我一定会满足你的。
即摆这下董事长的改选代志进行了安怎？你趁这下股票落价的时阵，大量买进遐个股票，所以即摆我的持股加上你的股票是40%，比杜瑞峰的股票低10%，啊，不过差无多啦。假使讲伊会当找到其他的大股东支持伊，嘛是足危险的。那你敢知影其他的关键股东是啥？我查到会当影响经营权的股东有两个，一个是 KISS 集团的徐董，另外一个还没查出来。这徐董虽然讲之前无合作过啦，嘛真久无见面啦，也毋过这生理着啦，大家哦也是有一挂交情。伊讲伫年会阁拄着我，也讲我足欢喜的。我相信是去拜托伊，伊加减哦会我一挂面子。安尼就好呀，我就知影你的人面真快。好吧，你替我明白可以。该讲我的意思，我相信应该都无问题。要唔过为了保险，咱也是爱争取另外一个股东的支持。我去查清楚到底这个人是啥，意思啥款，再来看事办事。即卖有你，还佫有徐董的支持，我就有50%的股份啊，一定会当赢杜瑞峰的。啊，不过为着安全起见，我嘛是有另外准备。这是杜瑞峰股权的交易账号，我位的新牌那边摕到的。假使会当得到密码，就会当在伊唔知影的情形下，把伊手头的股份弄袂掉，可以直接离开这啦。你对付你的对手，真正一点情分拢无留呢，有影够凶的。你即马是嫌我不够温柔哦，啊，不过我伫个我爱的人面头前是足温柔、足体贴的哦。你唔过你嘛知影。上过温柔就袂输使主动车同款，一点趣味拢无啊！咱一代有个性，佮歹控制超跑，伊就准备啦。我相信，不管倒一台超跑，你拢会当驾驭自如。虽然知影爱加加支持瑞峰，唔是真简单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两个人在事业上那是无同心，对 JR 集团来讲，一定会造成真大的伤害。所以我也是要想办法，说服佳佳放下私人的感情，以大局设想，安尼才行事。那我就先离开啊，咱分头进去。佳佳。你过来创啥？敢袂用我先入去，我真重要代志想要甲伊讨论。无啥物好讨论的，应该讲的我拢讲啊，莫过来烦我。雨伞了解阮心肝，落雨你的心风寒，爱你不顾在目眶。佳佳，你心肝内真怨恨瑞峰，这我拢知影。啊，不过不管安怎，恁两个人做伙10年的时间，而且恁共同打拼，就算讲即马恁两人的感情真正行袂落去，嘛无需要把这个集团五家分裂，还拆成两边啊。假使你无希望看到 JR 拆成两边，那安尼你会当可抗杜瑞峰？
叫伊把手头的股份摕来支持我，是安怎？一定要我支持伊啊！你的脾气，瑞丰真清楚。你的个性伤过极端啦。瑞丰伊当然嘛知影，若是伊支持你，以你即马怨恨伊的程度啊，到时你赶快袂放伊煞。搁再讲，为了这家集团，瑞丰伊付出偌济的心血，这点你嘛知影，敢毋是？讲来讲去。你拢是替杜瑞峰在讲话，既然安尼，咱嘛无啥物好讲的，才离开。啊，若无，我只好叫宝山。我无替瑞峰在讲话，恁两个人谁较有能力，谁较适合做 JR 集团的董事长，你家己的心也真清楚。警卫室，我的办公室有人在乱，赶紧派人来处理。佳佳。你现在为着要多一口气，要做到这尔绝情，要跟所有人拢跳泡面，包唔掉。只要跟我作对，我就袂放你耍。既然你伫咧杜瑞峰面前安尼对待我，我嘛无需要对你客气。该耍啥？你敢真正这尔过气？你真是……副董，尸体敢那无啥爽快呢？卖菜，伊只是假可怜，耍啥？你真正真个无情，对我无情的是你，我只是用同款的方式还你。徛在这创啥？紧闯走啊！是。吴小姐。出去啊！过来。我说学长，请问杜仁德是不是在带荡秋水？哎，今麦状况安怎？我已经等了医生出来，说明状况才会较清楚。谢谢。小姐，你是许位先生的情人？嗯，伊是阮爸爸。你免想烦恼啦，恁爸爸拄只昏倒，是一些心肌梗塞。好，加载哦，化验了早，应该无啥物问题啦。原来是你找阮爸爸来陪伊哦，真正多谢你诶。海姐，我今麦有代志，要先离开。我得，我得陪你等啊，叫你爸爸早日康复。谢谢，谢谢。煞袂记问迄姐姐叫做啥物名，哪会遮糊涂啦？哎呦，
我都无在紧张啊，恁这个调卡是伫紧张啥啦？恁敢毋知我爸去是啥？海顿集团呢？啊，海顿集团若是肯听我，关系的代志是小case，阮当然无代志的。一届我选会调的，你做你放心。好啦，啊，无连工再约出来做伙食饭，就安尼。 你好，你好，啊来公司上班咯。哎呦，那你这手是用来办公的，不是用来逛物件。我跟你搭讪啊。没啦。我知影你是在跟我客气啦，是讲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上好找一个助理，给你安尼对前对后，啊看是哦要替你开车还是逛公司包，安尼看起来嘛较有派头。啊，若无哦，若是拄到一个白毛的，当做你是一个送便当的小弟。 哦，安尼就真正搭贼安尼。我无需要继续安排头啦，而且会遮尔白目，干那你尔尔。哎呦，你话妈妈讲到遐尔歹听，虽然讲你即摆毋是社界的人，是总裁的后生，也毋过咱嘛捌是一家伙啊。你妈妈安尼因为认着一个有钱的老母，啊，都甲过去遐亲戚五十拢放互袂记哩，安尼真正无采阿妈尔疼惜你呢。阿妈疼我，迄是我甲阿妈的代志，甲你有啥期待啊？ 你意思是讲，阿嬷会疼我，拢是你的功劳。我希望哦，大家莫歹面相看。啊，若无一个是后生，一个是爱将，总统才叫你中，就无我心，就为难的呢。上好你有这么重要地位啊！我跟你讲啦，我跟你田无狗水无流，你莫来惹我，我咪会找你的麻烦。上重要的是，你无需要对我这么巴结，因为我就没关系。 搞死囡仔！你当作我好把心肝去摸你的大腿，水面啊！那不是你为一个金巴托付出来？你搞七个啊，我都嫌顶的。今麦轮到你来气嫌我，你赶紧走嘛已经。凤姐，你安尼找俺找来，有啥代志哦？你知影，我一直想要弥补子期，所以我拍算把我名下一挂财产。 参照是不动产、基金、股票，拢归何子琪。安尼敢好？啊，你毋是阁有另外一个后生？那个财产拢何子琪，那咧你另外一个后生是要安怎？建制伫海顿集团会当得到的，已经袂少啦，比起我要何子琪的阁较侪。而且伊无看重这，伊袂计较的啦。凤姐。 你的意思我知影了，你想要甲正规年无予子期的拢总予伊，也毋过财产过户是足重要的代志，你袂当去做决定，你嘛是爱顾虑着孙子时的想法啦。我是感觉吼，你袂遐尔着急，毕竟恁母仔囝会当相处的时间阁足长的啊。 飞姐，妈，我有买这龟苓膏，不要你吃，我会记得你讲过你上爱吃龟苓膏。子琪，你是真够大心的。飞姐，你嘛做伙吃啦，我有买你的。多谢。子琪，来啦，坐。我今仔日找你来，是有代志要甲你讲。 拄则，我已经甲菲菲讲过啊，我决定要甲我一部分的财产拢归互你。妈，唔免啦，我无需要。这毋是你敢有需要的问题，这是我的心意。遮侪年来，我拢无好好照顾你，而且我嘛已经搁再结婚啊。假使讲阮翁唔愿意。 我嘛无法度真正做你的妈妈，我干那会当先用这款的方式来弥补你。将来天成建设，我嘛拍算要交予你，你都接受，安尼我才会当较放心啊。啥？陈总裁疼囡仔疼到这个样，你有谢子时做天成的头家，安尼我唔就老实啦。 妈，真正无需要啦，我想要靠我家己打拼，而且我即马有诶已经足侪啊，你搁予我无意义啦。
子琪，你都接受的。啊，那不，我会感觉足艰苦，足对不起你。妈，无你先食物件啦，这个代志以后再搁讲好不好？好啦，我都尊重你的意思。啊，搁有啦，主席甲伊情报生大汉囝建庭，这两天都要回来啊。到时阵，我搁再找机会介绍恁认识。好啊。那安尼，陈总裁要求谢子琪接受财产，那谢子琪搁伫遐妖怪假势力，遐假鬼假怪，伊根本就想要挃我坐嘛。看到陈总裁对谢子琪遐尼啊挺上条，较早我甲伊个配他来遐济冤仇，伊一定趁这个机会。你总裁面头前甲我顶告，找机会修理我。啊，万一陈总裁若是不爱听我，安尼我唔就害啊！不用的，我爱另外去找出路。原来正十八股份的其中一个股东就是 KISS 集团的徐董，而且浩明跟伊嘛有熟识，希望伊会当看到浩明的面子，伫个董事会支持我。一般是安怎？我是安怎一直按等你啊？后盖走较紧的啦，脚遮尔长，也毋是装饰用的。郭佳佳，这是阮公司，你竟然敢亲门大户来甲我呛声？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甲你顶到金丝丝，互你知影啥物叫做主场优势。董车坐，我董事长马上就过来。嗯，谢谢。徐董一定会给浩明面子，若是浩明甲徐董拢听话，我就见你的面啊。会当甲杜瑞峰永远为 JR 挂出去。你来送啥？我要找的是徐董事长。我知影，你是要来请我阿姨在恁最爱的董事会用伊十趴的股份来停你。也毋过真歹势呢，我阿姨已经甲股份过户给我，所以即马由我全权处理。啊，是毋是要停你？你讲咧？是海顿集团。歹势，我无熟悉海顿集团是啥物人。所以我若是去参加你的董事会，阮阿姨若问我讲是安怎无好海顿集团面子，我应讲我无熟悉因，所以我即马就先跟你讲，我袂支持你。你唔免甲我客气，嘛唔免甲我讨论啊。你应该家己离开吼，卡时间遐尼长，唔是用来装饰的。沈曼娟，你的态度敢有必要大家这样硬？你若是不爱听话。会害 KISS 集团，还有海顿集团误会，对你嘛无好处啊！喂，警卫啊，我即马有人特别出去，请你过来送伊一下。沈曼娟，你的姿势敢有必要改到这尔悬？
你卖就是讲十拍的股份会当影响到全部的局势。我来找恁是给恁面子，假使你要放弃，甲海顿合作机会，那安尼你就卖管吧。我会找别人合作，到时看谁讲话较大声。沈曼娟不爱听话，一直是要打算支持杜瑞峰。若是安尼，我甲杜瑞峰毋着共款，拢占四十趴的股份。我是要安怎甲伊不好斗？袂呢，我袂当让这种情形发生。我一定要赶紧找到另外一个股东。想难。